会新上市哦。超含水每日抛，让我的生活更精彩。全新闪光每日抛，自然眨眼，启动镜片自动对焦，看得更清晰，玩得更痛快。超含水，让我们更靠近。娇生 Agaview。Ah, si fon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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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s petites marionnettes. Ah, si fon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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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ois petits tours et puis s'en vont. Les mains aux côtés. Sautez, sautez, marionnettes. Les mains aux côtés. Marionnettes recommencent. 严选可可加顶级牛乳，够好才能做好朋友。好朋友家庭号，快乐分享中。研发还是加研加研加研？没事没事，再一次，快快快快快！这一次真的已经软掉了，我刚刚不是有暗示你，我都已经被导播拍到了，你现在还没有放？真的吗？我们可以开始 B B R 吗？我没有，我们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洋葱，洋葱，为什么要放？因为放盐可以去掉它的碱味之外。可以入味，你等下炒的面才有味道。我好紧张哦，我这太久没有那么紧张。你刚才在刚刚开始以前，太热，刚刚太热，刚刚太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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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度已经超过。都你啦，我要先找热，冷静，冷静。那你要加油吗？因为它现在后面其实还有锅子。对呀，还有锅子哎。现在可以再炒一个。对呀。对什么？你那汤里面没有加盐，你对什么？小丹，你怎么跟十年前一样？你说切菜吗？各方面。你先炒牛肉。你好。反正以前的没。加油了，我们到隔壁找找，对不起。这个谁？后面有画。这条做。然后用剩下的。哎，我觉得你的熟度掌握的挺好的。溜达，溜达，对，溜达。然后爆香这个啊。哎。我发现曲哥你会做菜哎。这个样子，很明显的 ，Vicky 常常不在家。还好啦，我太久没做了。哎，我们可以去看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好走，你再把汤汁弄出来再放面。洋葱要不要先炒？洋葱炒可以不炒吗？炒香炒香哦。我最后宣告，要看一下味道，不要太咸。两位两组人马，剩下两分钟倒数。多少啊？这样子这样吧。用筷子把菠菜用筷子。那谁？小心刀，小心刀，小心刀。用筷子剥比较快。刀小心。你先拿去，过来，快点拿去拿吗？现在什么那个谁？快点快点那个。这样才会软，漂亮，很好。哎，你那面炒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还 OK 的，味道怎么样？你炒好了，但是那个要不要九层塔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嘿嘿嘿。有点淡了，我还嫌多哎，要蒸发一点的，我要蒸发一点。你有加酱油是不是？我觉得够咸了，因为那个沙茶其实蛮咸的。然后就淋上去就好了。倒数三十秒。三十秒了，来，我给你了，丢掉它，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丢干净，丢干净，丢干净，丢掉，就丢啊！快！哎，为什么是火没到？不能做，不能做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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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火最大吗？还没有，最大，快到最大。最大了，最大了！你牛肉，牛肉，牛肉给我，牛肉给我！哎，这要剥它吗？先不要。掉了，掉了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现场倒数十秒，轻松剥就好。哎，真是风雨飘摇啊，人仰马翻。好，八分钟两道菜：洋葱炒蛋、沙茶牛肉炒面。时间到，快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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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洋葱炒蛋跟沙茶牛肉炒面怎么炒的？啊，这是炒不炒？里面的酒。哎呀，我加太多了，可能少量的酱油。哎呀，我又加更多，这么一点点，加多的话肉会浅。哦，是，这刚好反映出屈中文的饮食习惯，是口味重，而且爱酗酒。是这样子的吗？口味爱酗酒。哇，一个肉一看，一个血，光一个肉就可以知道了，没有去行天宫摆摊可以。每个客人，客人一坐下来。
请腌肉，请腌肉。哎，腌肉算命没听过，有灵鸟啊，没听过腌肉算命。不要细皮小的，洋葱要逆纹切，这样就是逆纹。嗯，那它的纤维变短了以后呢，是味道释放特别快，比较容易，成倍数释放，对不对？那切菜的学问也很大。对，那什么要做什么菜，要怎么切？真的有啊？还要挂油啊？过油跟吃它的油是不一样的。是，注意了，把你下面，面你放，咬咬起来，没有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太干了，太干了，太干了，沙茶比较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沙茶怎么干成这样，沙茶很干，底是不是？没有，那其实呢，我底啊，我用一点点的温油进来，它味道就香就上来了，哦。洋葱用过油的方式呢，你等一下炒软的时候，它的时间可以缩短很快，而且透过油的过油以后呢，它的一个甜度跟油香味呢，效果会比较好。有这种事？可是它的体味不会释放到油里吗？它没有炸很久啊，不会啊，还会再怎么完全不会，只会一点点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高温软化熟透的速度更快啊。是，没错。那我利用洋葱的油呢，把牛肉放进来，这更香了，哇！这个时候呢，牛肉其实里面的油温是不高的。嗯，那么你一看呢，这么一泡，刚刚被洋葱给把温度压拉低了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这个时候洋葱的香味呢？十秒钟，而且要红红哇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还没好，就还要跟沙茶我就滴滴到这样，到这样就好。它在里面的时候，牛肉的甜味就锁住了，是，就跟煎牛排一样，对对对，高温下就锁住了。对不对？而且它现在摆在这边，它还在熟，而且还在热啊。美乃滋，美乃滋。啊，其实放美乃滋。美乃滋干嘛用？哎，因为美乃滋里面有酸，所以当你在炒这个蛋的时候，万一啦，炒久一点呢，它硫化物不会变黑。哇，这个是学问哦，而且是科学耶。美乃滋。迎接这两组人马，还要挑战生菜虾酥。这个有嘛，对不对？有，对，但是虾抓虾，虾子要过油完了，虾子要先过油。所以到底是虾子先过油好，还是油条先过油？油条不用过油，我们不用。因为我觉得它的脆度是够的，所以我们就不给它过油。熟食确实炒透。生食的部分一定做好极低温的一个冰镇工作，就是叶子，再多给点提示。好，那虾子一定要切丁，好，切完丁以后呢，这个是提示吗？真的一点点呢，做得太清楚了，待会他谁又不需要帮我做？对啊，哇，你看，越敲越上手了，对啊。他有一双无坚不摧的手，非常好。是把对谁的那个怨气发泄在虾上面吗？左边做洋葱蛋的那位。趣味的指定菜内容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革命上一层楼，红字连续两如果你结婚了，我就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面，我跳钢管舞。总经理还是两个特别，他一大早跟客户就有餐叙。不过上班时间玩玩网络麻将游戏，转换一下心情，让我觉得没事没事没事。三立中文台30频道1月28日周六晚10点30分，罗斯小姐要出嫁。维姿新皮脂平衡精华乳，以三效焕肤科技解决油光、毛孔、粉刺、痘痘等六大瑕疵，7日改善油水平衡，维持健康肌肤。维姿新皮脂平衡精华乳，敏感肌易适用，现在买就送洁肤凝胶，维持油水平衡更全面。Panasonic Beauty， これからはカミソリシェーバー。逆刮也顺手。日本进口超手感电弧刀 Camisoli Shaver Panasonic。 诶，对广告摇手机摇出50000现金耶，手机下载 So Happy。 我好像没什么病，就是偶尔心态不爽快。心态不爽快就是 body 不 happy 啊，来给他两斤 Zest Free， 吃一口营养白白种，营养素走遍全身骨，让你的心态就爽快了。
在收看的是三立都会台。我的时尚经验 ，It's me 一一零 SYM。买蜜一一零可加购陈林签名安全帽，还享多重购车优惠哦。日本特别企划全新打造航海王乐园 Part 2顶上决战完结篇，带您亲身体验史上最强大的武力，最激烈的战斗，还有独家上映最新的航海王 3D 电影。全新的航海王乐园就在九族文化村。时尚经验 ，It's me 一一零 SYM， 买蜜一一零可加购陈林签名安全帽，还享多重购车优惠哦。按摩科技即将改变世界，全球首创 OSIM 天网椅 App 创新连接 iPhone， 提升感官体验，让按摩享乐无限延伸。OSIM 天网椅 App 值得世界期待，预购优惠中。OSIM。好累哦，好饿哦，那就去贵族世家。幸福就在这一刻，贵族世家。阿金是放美奶汁，美奶汁干嘛用？因为美奶汁里面有酸，所以当你在炒这个蛋的时候，万一啦，炒久一点呢，它硫化物不会变黑。哎呦。哇，这个是学问哦，而且是科学耶，灵感是对的。所以有时候你像我，有时候我们住到饭店里头吃早餐的，有没有？嗯，吃早餐的时候，它在热锅里面保温的话，它里头炒那个蛋呢，如果它不下美乃滋的时候，马上就黑了。啊，但是如果它在蛋里头去加一点美乃滋的话，因为美乃滋里面总是有一个酸在里头嘛，是那个酸可以制衡蛋黄里面有硫化物，它会变黑的。哇。请问一下，就是刚才过过油的洋葱啊，你现在加了一点水之后，它味道是不是瞬间就释放出来了？释放出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洋葱的甜度就跑到水里面来。你刚才用那个，你刚用那个爆过洋葱的油去爆那个牛肉，我觉得这想法太好了。利用洋葱炒热了以后的高温呢，然后让它整个蛋熟成的时候，好漂亮，它是很黏的，它是很黏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来，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葱花了，利用残留锅底残留的油稍微炒一下，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个方便直接撒进来，好，那么避免夹生呐，生熟食在一起总是不好。那么你炒过以后，把锅底残留的一点点的淡油，好，那么你的葱花呢还有香味。两三分的牛肉，对不对？起锅了，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，大概也四分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经过了刚才的那个沙茶，还有这个面汁啊，整个炒在一块儿，它马上就6-7分了，刚刚好吃。对。你要炒到了9分，9分谁怎么吃？老了，对不对？老了。捞喽，而且面到现在都还没下锅哎。对啊，它应该是它面，它就不让它放，它面在过了水之后呢，确定要它的熟度起来，就直接拌就起锅了。那怕糊，那就不要拿起来在旁边再等，等它不就又塌掉了吗？我们就是太聪明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晚一点再来做这件事。对，那我现在小滚一下这个蒜苗的香味，滚到汤里头来，释放出来。对，那么现在我再来放这个面就可以了。滚水下，滚水起锅，滚水下，水滚了就可以。对对对，啊，那这边调一点点的咸度，炒任何的面。给大家再一个再次观念，因为我真的喜欢吃面，所以我跟詹姆斯阿基斯学了很多。炒任何的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，面它就要吸那个汤，面才会吃到哪边香到哪边。我的面店的料是分开来的，是，对，有点意思吗？对，捞了。是可以捞起来的捞，好的，捞了，但是它捞起来的它不捞。有没有压力？对不对？不浪费。那刚才在那个高温水里面，它下到这边来是马上就吸它的水，吸汤汁。是，太好。我觉得光看就知道了，太多。好，那么汤汁也干了啊。那现在这该有的进来。刚才先炒。砰。牛肉进来，现在就利用这一个面里面的高温呢，把它拌在一起。你这么一拌呢，它牛肉就刚好熟了。红
沙茶味已经进来了吗？有，有了。是什么？一点点的乌醋乌醋味。对，哇，加了加了。OK， 你加一下。去腥解腻的效果都不错。对，还真的要乌醋、啊。好了，好快。洋葱炒蛋八分钟两道菜，沙茶牛肉炒面，多漂亮！两道全部完成。这个太美了。阿基师的洋葱蛋，好，洋葱蛋，创业。Oh yeah. Yeah. 那个还没有进到嘴巴里，那个香味就已经扑鼻。对，嗯。对不对？它是滑蛋，看起来脆脆的，应该是洋葱滑蛋，对不对？嗯，先吃先备的，好好好，应该。这个真的很下饭的，这是冻饭那种，冻饭上面那一层，但是很好吃哎。对啊，闻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，很好吃，吃的也是不错的嘛，还行，不一样的风味，可是好吃。谢谢谢谢，太好了。我们先来吃一下，切成块状。蒋大哥第一次做，自己可以不吃，自己吃吃看嘛。你好意思吗？人家都夹了。阿基师，你都吃了、啊？洋葱是葱，蛋是蛋，是不是？粒粒皆清楚。哇！现在吃阿基师的沙茶牛肉炒面，请喽！哦哦哦哦，厉害！嗯，哇，好好这个味道跟我们煮的其实差不多了。好意思，真的，很好吃啊！肉好嫩，是吧？嗯，肉也很嫩，超嫩。嗯。一样，先吃学长的，来这边请。哎，很香。哎，明显肉就是老很多。嗯，然后味道就没有那个香味进去，对，味道的厚度。嗯，有。哎，这样比较就有差哎。对，味道的厚度。嗯。再吃娜娜和那个玉玉的。玉玉。你们那组的特色，到吃这道就完全清楚了。嗯，绝对交代的清楚，就是任何人只要把眼睛蒙起来，就知道这里面放了哪些东西。嗯，一个一个清清楚楚。他们在自己的角色位置上站得好好的，不跟人家互动。第一阶段八分钟两道菜，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九。对，吃的真的很好。詹姆斯先说，面的部分这边确实面稍微老了一点，是哦，那味道还不错，那这边就像是拌进去的一样。嗯，阿基师总结，其实这边今天最大的失手的地方是洋葱切粗颗粒丁了，味道不容易释放，所以这边呢，当然虽然加了一点酱油，但是总是撇步。嗯，加长的嘴巴里面的感觉就是该到位的软 Q 甜度、香度有释放出来就 OK。是这样子，恭喜2-0再次领先。我必须要说是暂时领先，因为还有一个阶段，就是谁来帮我做。刚才呢，两个人完成两道菜，现在两个人完成一道菜，轻松多了吧？哎，而且刚才是八分钟，现在十分钟，应该是麻婆豆腐的吧？他们的那个拿手菜都出来了，是刚好，也该是我们的啦。这不是事先，不是事先 interview 没有，也有可能洋葱蛋了，再来一次。指定菜是什么？詹姆斯，请公布。生菜虾松，我们下次要先把那个要剁碎，对，要这样。但是是剁碎，要这样。看看看，不用。哦，对不起，这次我带走好不好？这次我带走，本来带走。这次先把这些剁碎，剁碎了，然后再来虾剁碎。虾剁碎，先剁再腌。这个有吗？对不对？但是虾，抓虾，虾子要过油完了，虾子要先过油。所以到底虾子先过油好，还是油条先过油？油条不用过油，我们不用。因为我觉得它的脆度是够的，所以我们就不给它过油。果然一举拿下两票的屈中恒和周恒颖，对生菜虾松这道菜还是蛮有概念的。而另一头的那位徐和刘美玉还在犹豫虾子跟油条要不要过油，他们这次能守住分数，不让锅子被带走吗？好，生菜虾松，待会呢会有谁来帮我做？六张选择牌呢，除了两位主厨之外，还有另外两位主持人。是啊，我们就算鬼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是一知半解啊，大小鬼。那还有两位主厨啊，非常的有名，非常有才华，笑容可掬的吴锅师，欢迎两位。欢迎。
你要注意什么？他们今天大概都没有做过这个菜，说稍微清楚一些些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一道生菜虾松了，真的是我们国家法定菜哦，唯一许可可以生熟食夹杂的一道菜肴。通常针对生熟食掺杂在一起是绝对不 OK 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期望两边在做的时候呢，熟食确实炒透，生食的部分一定做好极低温的一个冰镇工作。就是叶子。再多给点提示。多给一点提示啊。好，那虾子一定要切丁。好，切完丁以后呢？可以可以。这个是提示吗？真的一点点呢，他才刚开个头哎。就这样。可以。就这样。我还有求救。如果说不太清楚了，待会他谁都不需要帮我做。对。好了，那你们就先请回。哎，好。十分钟准备。OK。各就各位。生菜虾松，这时开始。开始 ，Go！ 快，把握时间。拧啊！小心，小心。活的。往旁边，往旁边。要不要潜在暴力倾向？哇，你看。越敲越上手了。对啊。他有一双无坚不摧的手，非常好。是把对谁的那个怨气发泄在虾上面吗？左边做洋葱蛋的那位。小乔被队友抽中球就排帮忙，却慌张不知所措，而屈中环则是手脚太快，忘东忘西。你们虾吃整只的？虾没有切啊？还没切？不是先弄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说切丁。行，要求就赶快讲哦。我们还没有切。出现对纳维逊和刘美玉是祸还是福？超爆笑求救内容，千万别错过。雨珍，雨珍你怎么了？雨珍，送他去医院。哎，我送他出去了。你怎么带他去？急车吗？雨珍。以前的我觉得爱情不过就是一场游戏。我麻烦你就赶快去找你下一场游戏，不要再打扰我了，好吗？可是雨珍，我走不掉了。三立都会台三十频道，今晚九点，我们发财了。特别的日子，献给特别的你。父亲节购买指定机种，就送 Nano E 空气清净机。Panasonic。宝咖咖，奇妙的滋味，好吃不汗咖。宝咖咖，好加盖杯啊！特别的日子，献给特别的你。父亲节购买指定机种，就送 Nano E 空气清净机。Panasonic。B Plus B Square。Sumi Sumi Sumi Sumi， 哇哦，古道梅子绿茶。我拆解。Sumi Sumi。我拆解。我拆解 ，Wake up！这个夏天你是哪个安耐赛？超强、超亮、超水，还有瞬间完妆超美肌 BB 防晒，宝贝的也来喽！资生堂安耐赛，安心去防晒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都会台。Beginning workout。It's me， 110SYN。买密110可加购成零签名安全帽，还享多重购车优惠哦。痘痘，看我的！对抗六大痘痘问题，我用卡尼尔药用智痘洗面乳，含高效水杨酸，锁定痘痘、粉刺、黑头，深入毛孔，彻底洗净，瞄准六大痘痘问题，一招搞定！卡尼尔药用智痘柔珠洗面乳全新上市，卡尼尔。我的时尚经历 ，It's me 110SYN。
买蜜110可加购成林签名安全帽，还享多重购车优惠哦。他有一双无坚不摧的手，非常好。是把对谁的那个怨气发泄在虾上面吗？左边做洋葱蛋的那位。他还在记得洋葱蛋。没蛮好笑的。好，昨天在备料备的感觉挺好的，隔壁走走。弄完就可以出油锅了，炸好了。对对对。然后呢？真的。然后加盐。还有什么？快！你们手机了。加点，加点盐。你们要不要求？你们虾吃整只的。虾没有切啊。没切。不是先弄吗？对不起对不起。说切丁。切。完蛋了完蛋了。你们吃整只哦，开扁再切吧。他要切成。你开扁干嘛？不要切小。不要。啊、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我知道你的高刀艺不错。不是，不要来示范开背，我要先小兵啊。完蛋，这感觉速度会有点慢。那个要快要快哦。终于有，切像他这样子，而且像要像他这样子，对，要快啊这边。哎，这背到比那边对面慢一点点呢。对啊，有比他们慢一点哦。好，加油。对面感觉要求救了。来，要把握求救的时机，各位，要求救，赶快讲哦！谁来帮我？要不要求救？还是最后再求救？我们还没有求救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等我。来来来，我先讲。进度你需要我回报吗？我们的进度，目前的进度，对，就是你看到的。好，来，一分半钟准备，加油！漂亮，好，加油！加油选择啊！要选到我，拜托！选到的是，拜托陈哥。